攻击机会就消失了。哇，这个时候又是一个进攻犯规，没错，今天的第三个进攻犯规。哇，吹在班霸身上，班霸要注意，你今天已经吃一次 T 了。班霸不能再吃 T， 所以让 coach 揪出来抗议。科技就这一直说我一碰就倒，那等一下我们也是一碰就倒，裁判的制度。